兄弟，你看着这一堆东西，你是什么感想？是什么感想？各种爽。一共送了多少枚钱币？你送了多少枚？送多少枚啊？送了100多一点。一百多一点，你这里有60几枚，85的，你是什么感想？起飞了呀！我靠，你要赚多少钱？不赚钱。你这个大智大宝，你本来都不知道的。你看打出来这个3000块钱，那个球镜呢？那球镜呢？那85的球镜呢？在这，球镜。哎呀，我的球镜，看到没？球镜，85，连字都看不见都能打85。辛苦了，我操，是吧？还做不做广告？我哎呀，这个分数就是这样打来的呀，随便打打是吧？对吧？你字都看不见的球镜，85，看到没？字都看不见的大智大宝也是85。27.9的大样有多少？85大样有多少是吧？大概有多少个85大样啊？我估计不会特别多，但是现在我来帮你找找85的大样。85大样。嗯，我帮你找一下。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朱砂85大样，你感觉能卖多少钱？朱砂85。朱砂85的，哦操，这个可以。嗯，不是85，28的，我说这85的，对，那这个也是85的大样。这个怎么算？我操，这个27.9，有点恶心。这个也是大样。没有29的，你要有一个29的起飞了，直接上2000了。应该是没有29，我要有29，我自己会知道的。哎，这个大智大宝你不知道呀？你看，这个也不知道，球镜也不知道，这个也是大样。球镜不知道，我也不是傻子。这个也是大样。我操，已经高于这个了。啊！我怎么这么多大样了？是的，这个也是大样。哦，这个也是大样。大样没了，应该没了。就这么多吗？85以上的大样都找出来了。嗯。康熙呢？康熙还有没有？康熙这个满汉字的，喏，满汉字。这个满汉字哦，超过了，超过25，超过28的。那满汉字，满汉字，满汉字，超过好多。毕竟还是28少。对，满汉字，满汉东，这也是满汉元。满汉元28还是值点钱的。满汉字，嗯。哎，这个宣和也可以，短宝。我看你宣和有没有特别亮眼的，打完盒子以后，这个是看的特别亮眼的，这个是看的亮眼。这个其实是不太太好的板子，我查过的这个。嗯。短宝的这个，这个是个辅宣吧？这些重名雷卷，刚那两个比较值钱的重名呢？找一下呀。那不就在你面前吗？球镜，还有一个大智大宝，大智大宝在这里，这两个单独放嘛，拿个袋子给它装起来吧，这两个东西直接上，这边上，这有袋子，看着你装起来，哦，喜滋滋的装起来，这个也可以的，这个是个侠宝，这他妈没有，这没有打板，这是个大竹吧，你看是不是？有点像，应该是个大族，但这种大族意义也不大。这个你就单个拍，你就写个大族，肯定能出去的。这个可能也是个大族，这个，嗯，你这里面大族挺多的呀。这不是大族就是长字，反正不差的。这个不是大族就是七级版长字，可以啊，非常不错。你其实打的还可以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康熙呢，扩元是个，满汉宁，满汉宁还有一个小满汉宁，小满汉宁，嗯，这里还有康熙呢，喏，宝泉28.1，又是个大样，28.1，啊，剩下的都是宣和，还有崇祯，崇祯你也打了一个背心是吧？哇，你这个背心可以哦，
这个背心是20块钱来的，这个背心可以的，这个背心好像这个能卖100左右了。肉肉那个直播间里面卖的，我靠，那看来跟这家合作以后，你那个肉肉直播间还经常可以去捞东西了。没，他们现在已经被关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被人举报了，卖东西卖太便宜了，恶性竞争。我靠，这家老板啊，对这种的他能给85，我真的是感觉挺佩服的。其实他是支持，就是不修自口吧，不去用东西修。对，这一点还蛮好的。小狗，其实你没打出来几个。对啊，我很多都死球了，都在这里面放弃。哦，忘了。哦，这个看这些。哎呀，这个是我的，还是这个是我的？这个是我的。我好像没怎么喝的，应该是。这个给我85，我有点懵，这都看不见字了已经。他这个就是那边那个老板牛逼的地方，他能给85。他对秀好像特别特别的喜欢。对，他对秀特别喜欢。那个袋子给我，我把这些85的给装起来，二十五的给装起来，28的给装起来。嗯。哎呀，这一波还是可以的，整体来说。看了你的东西，我感觉还是蛮喜气的。嗯、看我的东西，其实还是蛮出气的。其实你自己看看这一沓，其实这一沓东西，就是我这两排东西加起来，不见得比你哪些好，因为100了不起了吧？有一个上200。我是把我全部家当拿去打了。你是拿你的垃圾去打了，你要拿你的垃圾和我的那个家当比。这是我所有最好的康熙了，好吗？你怎么想？这是你所有最好的康熙，我是把我所有最好的大官、最好的那个通，我那些大官，我自己心里估价，我估了3000块钱了，十个大官，还有那个十个宣和，我心里估价也估了3000多呢，还有我那个十个那个就是十个东西，那个邵老板这边。拍卖吧，对啊，我那几个东西，我心里估价都挺高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他打出来的等于是白打了，我这等于扔了个评级费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其实，哎，你就有一些东西，你确定版的吗？就直接给少。我能确定的只有几个，有3-4个我是确定的。广场我确定的，折石手我确定的，但是折石手必须要打，不打折石手，人家都认为你是瞎报瞎穿，卖不出去的。折石手没有这个版的呀，你有这个版的，宋岩可以打，宋岩打出来就瞎报折石手。有的吗？对啊，没有这个摆，为什么还卖那么贵呢？所以因为宋岩的盒子少，但其实折石手的数量是不少的，但是现在人都只认宋岩的侠宝是折石手。最主要是折石手这个版，其实我之前的确是看到过有，但是很少很少有人会标这个版，因为只有宋岩标，所以这个东西必须拿到宋岩去打，让他打出来一个就是800块，你要是别的打个侠宝宽子400块钱都没人要。就这么简单，没办法，只能去打他了。你不给他送48块钱，他怎么可能让你赚800块呢？对不对？甚至比85的东西还牛，比那个的大字大宝还牛。3.014克。哎呦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那一个人在收的呀。嗯，这个东西很恐怖的，因为这个之前我就开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厚度有点不正常。母钱，不是母钱，不是母钱，不是母亲，他应该是有点说法，但是具体什么说法我可以。这个我帮你给那个人发一个吧，看看他1000块钱能不能收。你，我。